师兄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师兄，我们就安居于此，再也不在意旁人的指指点点，不好吗？嗯。师兄，你快掉下山崖了！你快掉下山崖了！人活一世，何必追求那些求而不得的东西呢？有我在你身边，不就够了吗？走。师兄，我累了。我明知道自己没有灵根，还却一直不死心。这200年来，我爹一直逼着我，让我做一个凡人，去过凡夫俗子的日子。我却偏偏执拗，不想放弃修炼。可我今天才发现，只有认命，方可快活。师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命由我不由天。